有限，要懂得。啊，那我们今天发这个愿，真诚的愿，恳切的愿，非去不可。那我告诉你，你今天修这个殊胜的因是圆满的因。过去生中修的少啊，你这一念就补足了。所以法无定法嘛，可增可减嘛。啊，如果对这个世间一念贪着，哎，还不想去的话，你这个因马上又少了，又减少了。那那个一念头恳切的话，立刻就增加了，加减乘除啊。这不是定法了，不要怀疑啊。大概我过去修的殊胜因少啊，没有人那么多、啊、你也常常想这个，越想越少。为什么？念头嘛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嘛，你明白这个道理啊？不要有负面的思想，有负面的思想你就堕落在负面，有正面的思想你就提升成正面。记住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啊，没有先后，没有多少，那一念坚定圆满具足，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！啊，谁搞清楚了，谁明白了啊，信愿成就，他就具足了啊，而且往生品位，善道大师说的好。四徒九品总在于语言不同，你看这句话说得好啊，与过去修因有没有关系？没关系啊，总在你这一生语言不一样啊，你要遇到的语言好啊，有善知识，把这个事情讲清楚讲明白，你一下就提升了。哎，现在我们晓得最要紧的没有别的啊，就地求中药，往生比救地球还重要。哎，应该是把往生摆在第一，救地球摆在第二。对了，啊，救度一切苦难众生。啊，我们自己救不了自己，还能救人吗？自己怎么救自己呢？只要心里头有阿弥陀佛，啊，口里头有阿弥陀佛。口不重要，心都重要，真有阿弥陀佛就救了。你这一生当中决定得生了、啊、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放下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啊，然后我们才真正能做到随缘妙用啊，随缘妙用，随缘不变呐、啊！啊，能随一切众生缘，不变的是什么？阿弥陀佛，如如不动。啊，心里只有阿弥陀佛，其他东西装不进去。啊，这叫随缘妙用。啊，唯有则，那就是。我们今天学《莲花经》，唯一有则，做给别人看的，希望大家了回头是岸。啊，从哪里回头啊？从迷惑颠倒回头，从错误回头。转恶为善，转迷为悟，我们做给他看。啊，做的方法没有别的，只要把《弟子规》做出来了，《感应篇》做出来了。
就是好榜样，就能够救这个社会啊，救这些苦难众生，就能够拯救地球。啊，六合敬里面，身同住，口无增，意同悦，那是要做出样子出来的啊。啊，这三条就是四德里头所讲的威仪有则。啊，我们身体怎么走？啊，随时随地养成这个习惯。啊，真正的、真诚的热爱一切众生，关怀一切众生，照顾一切众生，帮助一切众生。啊，我们起心动念、所作所为，都是在帮助一切众生。啊，没有为自己。啊，为自己这一念真诚心呢，随时可以往生呢。啊，因为你对世间没留念，就随时能往生。啊，过念佛功夫念到这里是纯熟了。啊，在这个净宗里面讲，你是根熟众生，这决定往生的。啊，那我们还有缘分。啊，我们迟几天走没关系。啊，希望大家看的这个好样子能回头，这样就好啊。啊，为什么？众生跟我们是一体，不辜负阿弥陀佛普度众生的大愿呢，这个我们也想到。我们在这个世界多住几天，帮助阿弥陀佛戒引大众啊！啊，这个工作做圆满了。什么叫圆满呢？你住在这个地方没用处，大家不相信，啊，不听你这一套，就圆没有了。哎，这个时候可以走了。啊，还有一个人能相信，啊，能发愿，佛事门中不舍一人呐。啊，为这一个人呢，我也多住几天呐。啊，一个都没有了，可以走了。啊，那没有多住的必要了。对，因无限要懂得。啊，那我们今天发这个愿，真诚的愿，恳切的愿，非去不可。那我告诉你，你今天修这个殊胜的因是圆满的因。过去生中修的少啊，你这一念就补足了。所以法无定法嘛，可增可减嘛。啊，如果对这个世间一念贪着，哎，还不想去的话，你那个因马上又少了，又减少了。那个一念头恳切的话，立刻就增加了，加减乘除啊。这不是定法了，不要怀疑啊！
大概我过去修的书生因少啊，没有人那么多啊。你也常常想这个，越想越少。为什么？念头嘛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嘛，你明白这个道理。啊，不要有负面的思想，有负面的思想，你就堕落在负面；有正面的思想，你就提升成正面。记住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啊，没有先后，没有多少，那一念坚定圆满具足，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！啊，谁搞清楚了，谁明白了？啊，信愿成就，他就具足了。啊，而且往生品位，善导大师说的好。四徒九品总在于语言不同，你看这句话是多好啊！与过去修因有没有关系？没关系啊，总在你这一生语言不一样啊，你要遇到的语言好啊，有善知识，把这个事情讲清楚讲明白，你一下就提升了。我们今天遇的缘可不得了啊！啊，佛法在中国几千年呢，人家都没遇到。什么缘呢？下莲居给我们汇集的这部经，民国年间才搞成的。这个缘多殊胜。五种缘以本的集大成。肯定度化末法九千年的众生，就靠这个本啊。第二个，遇到黄念祖老居士，你看做这个注解做得多好啊！这本注解做完了没多久，他就走了。这个缘是稀有难逢啊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